我声音开了，那就换一支呗。我没有钱。嗨，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刚刚在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声音之前，我们发生了一个 trouble。对，贝尔他的手机不小心掉到地板上，然后那个玻璃贴就裂了一条，所以他现在因为我为了保护你的 iPad Pro， 所以他就掉下去了。他现在有点伤心，真的，他就在旁边。你看你的 iPad Pro 占了这么大的位置。你如果摔到是我的 iPad Pro， 那你就更罪不可赦。我会觉得还好，我会觉得还好，因为你应该不会叫我赔。哎、欸，你也太，我家里都不敢借你了，好不好？好，我要出去。好恐怖、哦。对。哎呦，等一下哟。晚安。晚安。晚安，大家好。我们声音好吵、哦，等一下、哦。我看看啊。我今天没有拿 iPad 出来哦。你现在是开两只？我开两只，这个是 Twitch 的，这个是那个。好。嗯。贝贝不去换新衣服了。我。换新衣服了，换新衣服，你哪里看到他换新衣服？哦，你说我今天发的照片吗？我今天发的照片是上个礼拜的吧？上个礼拜的，用 Pixel 3拍。嗯哼，对，今天穿这样。好的。老板换手机，我们在刚换手机，在刚刚还没有开声音之前，还好没有开声音，不然大家都听我们惨叫声。真的，而且还听到什么吸尘器的声音，因为我刚刚就手机就不小心就掉下去，然后。大叔就说：“你这个这么正面掉下去会裂哦，拿起来哇，真的裂了，裂了一小条，没关系。不，这一大这边边全部都是，没关系啦，就是你这边边全部都是啊，有看出来吗？就这边边，对，这都刚刚摔的，全部都刚刚摔的。我上个周末才去换膜，然后我在还没有换膜之前，大概手机长得跟他一样，而且我还被我的玻璃刮到。”好严重，超重的，真的都破了。好，就换一个。哎，这个膜要700块。有人说好惨，好，那反正这边开放大家抖内，抖内让你换膜，没事，不用不用。好了好了，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开场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电踏少女宇恩，我是贝尔。对，欢迎收看本周的宇踏有事吗？大家有事吗？没有念错，没有念 错, 念错，我来两次了耶，这次是第二次嘞。对，我再把它关小声一点点。大家都说，大家都为你的保护贴默哀，我们来为贝尔的保护贴默哀三秒钟。谢谢哦，我这礼拜就去换，可恶。嗯，这礼拜换了多少？700？就700啊，因为你这次换还换700？应该还是会换700，因为它就是满版一样就好。不行，它这个薄薄的，这样摔下去，我如果下次破的，就直接是我的荧幕了。我如果前面放了一个是玻璃保护贴，我至少还有一层防护。我觉得我自己这样觉得啦。我也是用摔到现在就没事啊。你们就是福大命大，手机命大，没有裂就是幸福，好不好？我不能哪天拿起来这样裂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脸书不能抖内，脸书不能抖内，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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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啦，那没关系，就是荧幕碎到小事，手机还是好的，那就好了。对，手机还好，就是我再去换个膜就没事了。所以我刚刚就掉下去，我一点也不叫啊，我没有叫，完全不叫，真的吧？我剛剛是我叫，哦、对，你因为我以为是 iPad 掉下去，哦，没事啊，iPad 明明就在你手上。对啊，反正我就是换个膜就好。嗯，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对，好，那今天应该蛮多踏友都有看到我们下午的，就是与踏友是吗的直播预告了。对，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帮大家开箱 iPad Pro。对 ，Emma 就是刚好上周去美国，然后就带回来了，因为目前台湾还买不到。对，对，所以你看看 iPad Pro 就这样在我们手上了。而且我们昨天在拍预告的时候，一直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呈现着，就是哦。竟然拿到了的感觉，我们本来还就是拍了逆光照，但后来不能用，因为太搞笑了。对，太搞笑了。对，后来怕被那个蜡导杀掉。对，所以我们还是就拍一个正常的 iPad Pro 跟 Apple Pencil 2的这个预告照给大家。那就是欢迎大家，就现在对于就是新的 iPad Pro 有任何的疑问，或是对 Apple Pencil 2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先留言告诉我们，可以提出来。那我们现在要来开箱吗？好啊，哎、欸，其实我们东西已经拿出来，但我。哦，我正要，我们怎么没有塞好这梗？我正要说，我打开5、4、3、2，啊，大家忘记刚刚发生的一切。好，那我们要来开箱了吗？开，那我要打开喽。好，来，不是，你知道，好，然后这盒子呢，然后开喽，1、2、3，
你好无聊，不好意思，很无聊。而且就是我们还因为这 iPad Pro 是大叔的嘛，然后大叔他其实有一个就是他一直以来就买的一些产品，他都会保留这个外的包装袋，他就会包装袋都粘在这个外盒上。对，所以我们就比较暴力一点，不然把它就撕开了。对啊，我还以为我刚才差点要把这层膜丢了，我刚才差点要把这层膜丢了。我说大叔，那个膜你应该不要了吧？然后大叔说哦没有，我要。对，好，帮你保留起来。大叔现在正在看直播，对，没错，特别好。大叔回点。然后这是那个 iPad Pro， 就是嗨蔡哥 ，Hello， 蔡哥，我刚才完全把你的脸挡住了，真好。OK OK， 对，这就是 iPad Pro 的它的这个膜贴。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它本尊，对，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这里面对，说明书就是说明书、啊。OK， 说明书里面应该会有一张苹果贴纸吧？看会有吗？看一下哦，有一张哦，还是两张苹果的贴纸呢。我都会贴呢，我不会贴，我也不会贴，我就把它留在盒子里面。对，我不知道贴哪，为什么要贴？我不能，就是留，我不是说贴在别的地方那个东西就会变苹果出的，对不对？好，对，然后说明书大概就会长这样，然后在说明书就是底下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它这边有它的 C to C 的这个转接头充电线。还有它这次的头好像变得比较大一點，特别大 can， 对，就比上一代的充电头大一点。啊、我看，我帮你们看一下。对，因为我们刚刚想要看一下它到底是几瓦的，但目前看不到，小到不行。对，蔡哥说贝尔今天看起来很整齐。很整洁是什么？很整洁是什么？五 V 三 A。有人说贝尔今天看起来很气质。五 V 三 A， 九 V 二 A。这样看到啊，就五 V 三 A 十五瓦。嗯，我说我今天整洁，谢谢蔡哥。然后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们这次附了这个 Type C 的双头的这个转接头啊，它其实只能做到就是快速充电，但它没有办法做到去外接萤幕啊什么的方式，因为它目前这个支援就是 USB 2.0 的这个规格，它没有到 USB 3.1， 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就外接萤幕。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就拿 iPad Pro 去外接一个萤幕的话，你可能还要额外再购买一条就符合这个规格的线才可以。哦、所以这个头有比较大，大家有注意到吗？有比就是上一代大。然后我们刚才就开完箱之后，发现里面没有 iPad Pro 本人，因为在我这。等一下姐，我看到有太好说今天请辣导远离我们两位。他说：“辣倒，今天什么事都做不了。”好，我们今天先把盒子就收起来放在旁边喽。嗯，好。然后那 iPad Pro 本人目前现在就在我手上啦，可以看到我们拿的是太空灰色，然后我们买的是256GB WiFi 的版本，11寸，对，11寸。这边长在哪？放哪？哦、okay. 哦，你在跟他讲话。对。大家怎么样？第一眼的视觉感受怎么样？如何？然后可以给，因为我们今天有特别准备了，就是大叔他目前正在使用的 iPad Pro，就上一代的 10.5 寸的 iPad Pro， 来我们看一下，来跟就是新一代的11寸的 iPad Pro 做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看一下。嘿嘿，大叔的现在两台 iPad Pro 都在我们手上，哈哈，大叔拿钱来换吧。对不起，我怎么了吗？没有。好，继续给大家看一下正面好不好。OK， 好，对，就是11寸的最新的 iPad Pro。那我这是旧的十点五寸，嗯，好，我看一下有什么留言，都是指纹，没错，都是我。然后我们已经要准备这个试镜布要来擦了，等一下。OK， 嗯哼，好，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说，如果目前对于新的 iPad Pro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会针对它的一些外形啊，然后它跟 Apple Pencil 的一些配对，还有他们各自跟前一代的比较，来做一些说明给大家。刚刚我一时太大声，对不起，报应啦！我现在是气质点。对，那好，那我就先给，其实大家就是对于这台 iPad Pro 应该都还蛮期待的，因为它其实就是在苹果10月底的那场发表会，就是最大的主角就是它。真的，大家都好期待、哦。对，因为呢，它不仅这次其实在整个外形上面做了很大一个改变，它现在的售价也是整个简直就是一台笔电的价钱了，直接提升上去。因为我们手上这台11寸啊。就是起价是26900，256GB，11寸256GB是26600块。我不知道是六
4GB 起跳，反正他就说起价11寸的起价就是26900。Oh. 然后如果你想要买大一点12.9寸的话，就要到33,000-34,000，非常33,900，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人说很帅，觉得这个很帅。嗯哼，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整个多。我想先问泰友，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介绍之前，曾经有冲动想要购买新的 iPad Pro 的泰友，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一下吗？你有对不对？ 我知道你有，我有。但是老实说，我今天用了之后有一点没打消念头，就有点灭火了，你知道吗？打消念头，我今天有点灭火。但就是后续我们慢慢讲哈，慢慢聊，慢慢聊。有他有在说没有刘海觉得好看多了。好，那既然大家都提到了就是一些刘海啊，一些造型，我们就先来讲一下新 iPad Pro 它的一些外形的特色好了。好，可以看到就是它跟前一代相比啊，就边框变更窄了，有没有？看这边框，你看它多广。不好意思，看到那个不好意思，把通知关掉，关掉，把就是大叔的通知就关一关。反正这是最新的 iPad Pro 系列啊，他们就做成这样四边都是窄边框的设计，然后呢，他们上方有做就是一样搭载跟 iPhone X 啊 iPhone X 的系列一样那个脸部辨识的系统，所以它是可以直接进行脸部辨识的。对，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它没有 Home 键，完全没有 Home 键。它所有就是操作方式都采用跟 iPhone X 以后的机种一样的手势操作的模式。没错。好，然后就是这次啊，我们刚好提到它有提供，它有支援那个脸部解锁嘛，那它真的是不管你是直的还是横的都可以解锁。我们来试试看，因为我现在已经输入我的脸了。哦，你已经刷你的脸了，是不是？我已经输入我的脸了。那你现在我们赶快帮大叔买一点东西就可以直接。好，我们来 take 一下，就是我现在用直的方式刷脸，你有切到吗？好，现在直的。哇，辣惨！辣惨！我觉得他可能还 不太认识你。怎么会嘞？你才刷他没几次。再次，我来。哟，解开了。这是直的，直的直向解锁。那我们看一下横向解锁。一样，就解开啦，非常非常方便。就你不用再把它，就一定要转直才可以解锁。没错。对。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它的手势操作就刚有提到，它其实跟就是 iPhone 一样，对，就是你可能就是上滑，你可以交出就多功啊，然后就是可以把不要的东西就滑掉啊之类的，怎样？哦，我看它的那个通知栏啊，它的控制中心是这样滑下来的，对，在右上角，因为它其实滑中间的话是滑整个，就变成锁屏的锁屏的状态。然后你如果滑右，它是在右边，对，就其实整个操作还是蛮直觉的，然后就其实它就是整个系统还是搭载就 iOS 的系统，所以不会就是它就真的是一只放大版一台放大版的 iPhone 手机，但它没有刘海。对，但它没有刘海。对，有太阳说还是觉得指纹好用，不过我觉得 Face ID 其实用久了就会习惯。对啊，会啊，就是很方便。但我们还是会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很怀念它，因为你有时候比如说你东西做到一半，你可能东西还手机还是要拿起来刷脸，那你。对啊，如果你就这样按一下指纹，你比如说你现在这样要看看讯息，你就手这样摸一下，我觉得其实都有各自的方便之处。加油！有人是说断线了吗？画面静止不动了？没有，应该是刚刚我们有切那个镜头，然后现在把它切回来了。对，好，那我们就继续接着下去看一下它的外观吧。对，然后这次呢，它在就是上下一共有4颗喇叭，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直接实际播放一段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音效啊，还有画面的表现是怎么样。好，播30万那一支。好，没问题，没问题。然后这边上面就是它的电源键嘛，然后旁边这边两侧是音量键。其实我觉得很不习惯，就是好小一坑在上面，就我今天一直按不到，我一直以为在这里。它那个特色，这个你要讲宇恩这个怎样？就它的边框已经不一样了，边框不一样，我是觉得对啦。但我觉得可能要拔掉这个壳才可以看到，就它边框变得非常非常的平滑，它就像以前的那个 iPhone， 很像 iPhone 5啊那种边框，是就没有做的有点圆弧形的，我也蛮喜欢的，我很喜欢，它就回归复古感的感觉。对，但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刮手，但我个人觉得还好，完全不会，真的完全不会。对，边框好 Sony， 边框很 Sony， 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天的小编是谁了？不是边框好 Sony。对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人问说第二代的 Apple Pencil 不知道跟第一代差多少钱。我们目前新的 Apple Pencil 2它售价是4190块，对，4190块。然后旧的那支上一代好像是3090块吧，反正就差了大概1000块左右。嗯，但是功能就是一些使用方式跟功能其实差蛮多的，等一下也可以就实际跟大家讲一下。OK，好的。然后在刚刚有跟大家讲，就是它上下左右总共有4个喇叭嘛，然后可以看一下底部，它就是采用 Type C 的接口，这边有一个 Type C 的接口，然后没有 3.5mm 耳机孔了。我觉得贝尔，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对于没有 3.5mm 耳机孔，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不是，我跟你讲，没有，就是它把就是孔换成，就原本是 Lightning 嘛，嗯，然后换成 Type C， 嗯，然后还有它取消 3.5mm 耳机孔，这两件事情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麻烦，嗯，你知道我刚刚原本等一下会介绍 Apple Pencil， 等等会，对，你知道我刚刚原本就是想说没有键盘，没有键盘，好，你继续，我先回复他的留言，不是，你知道我刚刚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拿 iPad Pro 可能会比如说用来看影片啊什么之类，嗯，但现在因为我没有耳机孔，我不能随便拿个耳机就插上去就听，欸，嗯，现在没有耳机孔，你要转接头，对，然后我今天拿以前的那个小白耳机，然后配宇恩的 Type C 转，来，Type C 转 3.5mm 的耳机孔，就是也放不出声音来。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原厂的关系，有可能，嗯。但就是你知道，就等于说你现在没有耳机孔，你现在难道就要再买一个 AirPods 吗？之类的，你就要再生一个无线耳机出来。他就像你把就是所有的配备都买齐，就是他就是想要追求无线化嘛，所以，嗯，没有耳机这件事觉得非常麻烦，所以我刚才就把声音放到最大声。他刚才剪片，他刚才用他剪片，然后就把声音全部放出来，他不管了。对，我不管，因为我也听不到，你知道，我觉得很痛苦。难怪你们刚刚，对，我们刚刚为什么你要声音一直放出来？对，因为我就是我现在没办法吧，就是把声音传进耳机里面，我觉得超痛苦的。对，然后就是他再来就是，比如说，因为现在是就是 Type C 的东西，嗯，然后你比如说你想要传什么东西啊，你都一定要再拿 Type C 的线，因为它又不是 Lightning 了，嗯，你知道吗？这一面就这一代就全面改版了啦，对啊，哦，有点痛苦。好，我们继续再聊一下。对，嗯，那刚刚就是给大家简单看了一下它的外形，4颗喇叭，然后电源键、音量键的位置都没有变动，然后主要是这边的荧幕就是变成4边窄边框，然后没有刘海，但是有Face ID。就是脸部辨识的功能，然后全部都是改用手势操作，嗯，然后底下这边是改为就是 Type C 的接口。我可以讲一下结果。好，你讲哦。然后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黑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边就是要用来吸附这个 Apple Pencil 2所做的一个磁吸式的设计，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吸起来了，就粘上去了，然后就可以。然后它粘上去之后，就是大家应该没有看到，好，放上去。就吸起来了，然后 Apple Pencil 这边它就会及时的显示它目前的电量跟正在充电中。再一次，好，嘿，啊，等一下按掉了，再看一次，我没对好，没对好，在这边，这样，有了，就跳出 Apple Pencil 的这个通知，然后它的电量通知都在这里，嗯哼。然后刚刚很多人都在问这支 Apple Pencil，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第二代的 Apple Pencil 2。怎么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它才刚切回去，然后我又要叫它开镜头。这是第二代，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它这边其实它这边外面有3面都还是采用圆形的这个弧度，但是有一面呢，它就是做成这样子平滑的设计，因为它做成这个平滑的设计，它才有办法就是这样吸附在 iPad Pro 的旁边。然后可以看到，就它这边一样有就是 Pencil 的这个 logo。然后其实听说在台湾，就是你还可以去免费的做一个雷射雕刻的服务，就你可能可以雕上地下少女啊，或是贝尔啊、雨恩等等的，你可以就做一个客制化，完全属于你自己的 Apple Pencil 2。怎样啦？第一代的出现了，好，第一代出现了，第一代的 Apple Pencil。我们看，它有时候有风扇声，没错，我们的电脑，我们的主机，电脑正在转，主机正在转，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吸的地方是这个平面，看到吗？来看一下，欸，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它是一个平平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平平的地方去吸在 iPad Pro 的侧边上面。那 iPad Pro 侧边也不是说每一边都能吸哦，嗯，只有我看一下是右边，就是正面的右侧，正面的右侧可以吸而已，就这样轻轻的吸上去。那我们来试，好，等一下，我觉得你应该要中间一点点，要中间一点这样子，哦，对，它会有一个 cap 的声音，因为你不能吸在人家的按键上面，嗯，你要吸在旁边上啊，试试看啊。
娘娘这风可吗？娘娘，对，我们刚刚在那边玩，你不要撞到这个，拜托。我们刚刚在玩说，我不是一把，我们刚刚在想说，这个笔好像吸力还蛮强，那我们来试试看它到底会不会掉。好了，这样行吗？这样行吗？目前应该是怎么摔都不会掉，就是吸得蛮紧的。对。你来算了，你还是就拿好相机就好，你还是就拿好相机就好。我们手上的这台是太空灰，然后11寸的256GB 的 WiFi 的版本。好，然后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Apple Pencil 2跟上一代 Apple Pencil 的差别。要换回来是不是？对，那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代 Apple Pencil 它就是更加的一体成型，然后不像就是上一代 Apple Pencil， 它如果需要就做一些配对啊或者充电的话，可能需 要插上去，对，需要把那个头盖子拔掉，然后再接到 iPad Pro 上面。那这个充电的时候它就是要保留好，你看像大就是会被我像我讲大叔就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他就是后面会放一个这个笔放笔的地方，对，所以他可以把那个小的盖子可能可以先塞进去哦，对。哎，我怕他等一下拿不出来。他说叫我们不要甩，他会怕。不要拿出来好了，我怕等一下进去他就卡住，因为我要看你拿它不方便。对。哦，所以Twitch那边有他有说觉得第二代的 Apple Pencil 比较好看，我也这么觉得。我也觉得，而且质感有差。我现在到底要看哪一台、啊？等一下，放一起，好。哪一个是一代，哪一个是二代？这是一代，这是一代。我们放这边。一代给大家看这个好了，比较看得清楚。就是一代会比较长一点点，因为就是它会多了一个笔盖跟那个充电的地方。一代的那个表面比较光滑，对，然后二代比较有点类似磨砂感，磨砂的那种表面。我不知道现在单拍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大家应该只看得到一堆指纹吧？怎么办？就是这就是二代，然后它表面是比较有一种磨砂雾面的感觉，然后这个你们的右边的这个一代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光滑的光滑面的感觉，然后一代就是。四面都是圆柱，很容易滚就是，很容易滚。如果我跟你讲，然后二代的话，它这边就是有做一个好像叫无缝流线设计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那个专有名词。反正它就是做只有这一面是平的，其他三面都是圆形的，这样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哦，有哎、欸，你再转一次，再转一次。大家都说二代顺眼多了，二代的手感特别好。嗯哼，这样子。Okay. 一二代的差别，然后可能也会有太有疑问说，哎，那一二代的笔可不可以共用呢？可不可以呢？你们猜猜看可不可以？可以。一代跟二代的笔可不可以在彼此之间共用？大家欢迎大家留言，但会有点延迟，我们等大家留言。不是，你们想想哦，你们用那个常理去推测一下，你看一代的笔长这样，二代有地方可以擦吗？没有。二代有地方可以插吗？有，为什么呢？因为一代上面是 Lightning 的接口，但是二代是 Type C、哦、但是新的 iPad Pro 是 Type C 的接口。接口不行。对，我们刚刚的问题是，可能会有太有疑问说，Apple Pencil 的第一代跟第二代可不可以共用？答案是不行的，他们没有办法在彼此之间就是做使用。对他们没办法拿一代的笔来写新的 iPad Pro。对。对，就是大家千万如果要买，他有在猜了，可以。你们如果要买笔，千万不要就是贪小便宜，说那我买一代好，一代比较便宜，不行，不能用，不行哦。然后他有在说，可惜笔没有黑色，但我觉得白色也是蛮好看的。我觉得黑色它就会直接跟铅笔混在一起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它是一般的铅笔。我今天在就用它的时候，因为它就吸在旁边，然后让它画画，然后就拿笔起来，我就拿到我自己的笔，然后你就戳下去吗？哦，大叔，你听到了吗？没有，我没有拿，他没有笔芯，他那个笔芯没有按出来，就刚好就抖下去，然后就没有那个，发现是他自己的铅笔了，对，发现是我自己的笔，不是铅笔、是原子笔，原子笔，爱，对，对，答案是不能共用的，答案是不能共用，对，我刚刚在跟，就是一代的 Apple Pencil 跟第二代是不能共用的，对 对, 對, 對。然后，但他们中间这个笔尖啊，因为刚刚我们开箱，他有看到，它其实里面是没有附这个替换的笔尖的。如果你要买的话，可能好像是一组是四个，然后可能要花500-600块才可以买到这个替换的笔尖。但是听说一代的这个笔尖跟二代是可以互换的。对，所以应该是这样。现在就拔它，不能共用哟。新的也不能用旧的，都不行。哦，有人说白色很快就脏，老实说。这个可能二代可能脏的速度更快，因为一代这种光滑面感觉它比较不会留一些污渍，对对对，它感觉可以，比如说最多拿橡皮擦擦，对，但是二代感觉
蛮容易脏。大叔要好好保存哦，我们过一个月来看一下你的笔变多脏。对，大叔真的要好好保存。然后刚可能有些台友没有听到，就是这次在台湾啊，他可以针对 Apple Pencil 2有做一个免费的雷雕服务，所以你可以去上面刻字。我们在上面刻电塔少女。好，好，好，大叔大叔的笔，嗯，说有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啊，笔头有他的笔头，笔头一代跟二代是可以互相使用的，嗯哼，好的，然后只有笔头，嗯，对，我来看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里头的界面给大家看一下，好，然后刚有很多他有都在问说，哎，我们怎么没有键盘？因为我们这次没有买键盘，对，就但大叔他今天有说他其实有想要把它买齐，嗯，因为就是现在键盘啊，11寸的键盘大概要价是5000多块，我看一下5790块，然后如果是12.9寸的话，已经要6000，接近6500了，就非常非常贵。哇，这样买一组下来，买一组下来超级无敌贵，就是一台电竞电，你买一组下来嘞，差不多。你买一组下来，你为什么不直接买一台笔电？对。因为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这上键盘它可能可以更像就是你一般的笔电模式、嗯，但其实你真正日常要去使用，因为可以发现它是不支援滑鼠的嘛，所以你可能键盘打字打一打，你还要去点萤幕、嗯、点一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使用情境其实还是没有到笔电那么的方便，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它还是不能取代笔电来做使用。我也觉得。阿亚诺在看。嗨，阿亚诺。嗨。现在什么？哦，午安怎么讲？晚安哦，晚安怎么讲？孔巴娃吗？孔巴娃不知道。阿亚诺，嗨阿亚诺 ，Hello。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一代的键盘、哦。好，上一代的键盘长这样。然后刚好像有人提到说新一代的键盘好像没有那么好打，我目前看网络上的评价好像也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拿到，对，因为我们没有买，我们没有拿到，只有看到一些人的使用心得是说他们觉得。第二代的键盘质感啊，或是打起来的回馈感跟顺畅度可能没有前一代这么好，嗯，所以大叔你再考虑看看，好不好？对啊，因为其实第一代的键盘现在这样看一下，也真的是蛮简单的。对，而且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键盘，就是非常非常简约，就是一些功能键啊、嗯，比方说调音量啊，调亮度什么都是没有的，对，所以如果没有什么调音量、调亮度的那种。所以如果你就是可能打字打一打，你突然觉得哎声音太大，你还是必须要用触控萤幕的方式去把音量调。就是声音太大，你还是要来按旁边，对，或者是按就是上下左右的那个键去做调整。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去满足真正满足我们日常需求的。哎，有通知，怎么又有通知？怎么又有提示啦？我刚明明就开飞航，怎么还会有通知？吓死人了！嗯哼，阿亚诺说 hello， 讲中文哦。大叔说他觉得是个没有很完善的产品，嗯，可能还是有一点，对，然后但是就是他这次的效能真的是好像蛮多一些跑分的机构啊都测出来他是目前的跑分是有到55万分这么多，真的很厉害，对，然后之前我印象中 Linda 好像也有写过快讯、嗯、就是拿他来跟另外三台的笔电来做比较，他是赢的，对，但我忘记是哪三台，是笔电哦，是拿笔电，是平板跟笔电在比哦，但是赢的是平板，是平板，是 iPad Pro 赢、嗯。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也有贝尔有小试身手剪了一段影片、嗯，但是我们就是用非常基本的，就里头内建的 iMovie 来做剪辑、嗯。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我又换了一个，我换小影。哦，你换小影剪？对，我换用小影剪。好，我们等一下可以。我两个都剪过，就觉得差不多。对，嗯、应该是说现在就 iPad Pro 它的效能很强，但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软体，可能像剪辑啊，或是一些制图，哦、那个 Photoshop 好像要到明年初会有专业版，对 ，for iPad Pro 的，嗯 ，for iPad Pro 的，嗯，所以就是目前买了 iPad Pro 回来，就是你会知道它效能很好，但是好像有很多 App 都没有办法，都还不能用，所以就是目前是一个供奉在那边一个空壳的概念。你可以拿它来看电影啊，可以啊，对，我们要给大家看它的音效跟荧幕、哦、对荧幕表现，好，来我来放，好，那你来放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目前对30万影片来看吧，嗯哼。对，台湾还没有开卖，我们现在手上的是 Emma 上个礼拜从美国带回来的。哎、欸，但其实很好，他还没载 YouTube， 我来载一下。我其实我觉得他拿起来的手感其实很不错，他很轻哎、欸，他好像才400，就是你拿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哦，怎么这么轻？就是看到大叔这个，就是他加完键盘之后很重。对，因为其实大叔现在手上的是10.5寸，那他之前有一台，他买过12.9寸的，真的超大爆台，超大。而且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
大小就已经很大了，嗯、你们应该买11寸就够了。他买到12寸会太大，12.9 寸太大。他说他之前买的上一代的12.9寸搭键盘，整个重量大概是一台 Air 的重量，1.3公斤，超重。为什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买平板然后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之后还变成跟一台电脑一样重？对，好，打开等我一下，我现在来打开 YouTube 给大家看一下。它就很轻，然后拿起来就会觉得。心花怒放，还是因为我拿着一叠钱？等一下，我用登出状态使用 YouTube 好了。Okay. 好，好，打个歌。用 iPad 修图吗？我不是用 iPad 修图，我那时候今天有用它稍微来剪一下影片，就是简单的小影片这样。好，我们现在为大家展示的是喂。什么事都没有，空气都凝结，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空气都凝结，没事没事，空气都凝结，我拿得很好，大叔你看到了吗？很大声耶，我现在开到最大，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支影片啊？化妆中，大叔回点点点。我现在就是在展现 iPad Pro 它的四颗喇叭的这个音效，然后目前是声音开到最大声。刚才大家说你手滑，差点开了飞行模式，差点就真的飞出去啦！哎呀，好恐怖！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其实还蛮那个声音很大哎、欸，我觉得声音非常大。嗯，我以为你会把它看完，看完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大家自己去看，大家去看30万影片。那它就是荧幕啊，它一样是采用就是 Liquid Retina 的荧幕，然后 Retina 的荧幕，它的解析度我印象中是2388×166，后面要一下我的小抄，乘1688×1688，然后它的亮度有到600尼特这么高，所以其实就是你在阳光下使用，应该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荧幕上显示的内容。但是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就是。贴心的小提醒，不要长时间在太阳下面滑手机，因为最近有新闻。对啊，最近有新闻，就是一个就是女生，然后就一直在就是太阳下面滑手机，滑到视网膜破掉，是吧？视网膜破掉，就是有影响受损吧？我不知道。对，眼睛就是受损。Oh my god， 好可怕哦！就是比如说那些有在抓宝可梦啊，例如什么皮卡丘导演啊，就不要再给我在太阳下滑手机好不好？开始爆人家料，真的。他有在问说 YouTube 没有开直播吗？我们 YouTube 可能快了，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都是开 Facebook 跟 Twitch， 那 YouTube 这几个月YouTube 应该再过两三个礼拜就可以回复，对，应该再两三个礼拜就可以回复了。对，好，看一下，好，我刚看到很多人在问 Surface Go， 之前就蜜柑有开箱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蜜柑的文章。对，那看一下，大家有人问说你这样子平放拿起来好不好拿？不会不好拿啦，我觉得不会不好拿，就正常，正常，正常。我觉得它握起来比较有就扎实的安全感，就是可能跟上一代的手感比起来真的差蛮多的，因为上一代就是边角是圆的嘛。对。而我觉得它还有在变薄吗？你觉得它有在变薄吗？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因为我现在肉眼来看的话，应该我摸大叔的，因为它现在都是保护壳，我没什么感觉。我因为它保护，我会怕一拆把它整台弄出去。算了，不要搞破坏好了。但我觉得它就是整体拿起来就是还蛮轻薄的。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设计。那我们可以就是试用这个 Apple Pencil 2的手写功能给大家看一下。刚刚贝尔还特别去下载一个 App， 他在那边挥洒他的这个画风。挥洒的非常开心，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Apple Pencil 2它的一个特有的功能好了。好，我们刚好跟大家说，就是 Apple Pencil 2它只要就是干嘛？我帮你拍。哦，吓死！不是辣倒，刚才一个尖叫，一个吓到。我有那么可怕吗？好，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好，我们刚好示范说，就是 Apple Pencil 2它现在只要一连接到 iPad Pro， 它就会自动无线充电嘛。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在他们的差不多薄，其实笔上面，你可能在笔上面，就是你现在就是可能写字写一写，有没有？然后你点两下，
有看到吗？换成橡皮擦，他就换成橡皮擦。我再点两下，变回笔。我在笔身上哦，点两下，变橡皮擦，点两下变成笔。就是你在做一些消除啊的一些动作，其实就是会变得更快。然后点两下，点两下变橡皮擦，然后擦掉，有没有？很快，很快，很快。就等于说你切换可以靠。我们手上的是11寸的新的 iPad Pro， 是新的哦，台湾还没开卖哦。我们是因为那个 Emma 去美国帮刚好帮我们带回来。嗯哼，好，这台是大叔的，我们就是现在进行在搞破坏。我们现在手上两台都是大叔的，那右边这台就是新的 iPad Pro 11寸的，然后左边这台是上一代的10.5寸的 iPad Pro。好，其实我刚刚就是壳拆开之后，发现他们的。薄度吗？厚度差不多，老实说差不多。那大家有觉得就是哪个看起来比较漂亮吗？从侧边来看，你没有觉得谁看起来比较漂亮吗？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看习惯就是旧版的，因为新的就是它整个边框就像刚刚小编讲到的，非常有索尼感，就是很方正，就回归到了 iPhone 4啊、iPhone 5那时候的样子。它这边装那个键盘，磁吸式的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它装键盘地方变成在下面哎。就是应该是也是会是横的这样子放上去啊，嗯，对，可是可能接点不一样哦，对，大家都看出来了，这样看得出来。小编说喜欢新的 iPad Pro， 新的比较利落，新的比较好看。我也是蛮喜欢利落的感觉。Twitch 的他有说太空灰色赢了，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太空灰色。耶、yeah, ，大家说新的赢了，所以大叔你这一台是不是就不要啦？就把它丢出去。银色其实也好看，而且我觉得银色比较不沾指纹，但是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偏好深色系列的产品。对，好，我们来示范一下，我们来是干嘛啦？怎么了？因为他又切回去了。Oh. 我们来实际使用一下 Apple Pencil 2来画画给大家看。我们就来一场那个吧，通灵大师。来一场通灵。好，我们来一场通灵。我想一下题目。那你先不要看，他有现在先随便给我你们想要贝尔画出来的东西。好，我现在就不要看。你不要看，请他有现在出题给我。我 Twitch 跟 Facebook 各选一题，都可以出题，是不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来通灵。不是啊，是你要出给我，不是我要先看有没有猜啊，要不然我画完谁猜？对哦，我画完谁猜？对耶，那你要出一题给我哦， 我想一下，我要出一题给你耶，好，对啊，怎么现在想得到吗？小编来出一题，好，小编出啊，不是小编出啊，我们、不是小编，辣导出，辣导来出，随便出一题，你出一题给贝尔画，我现在脑子没有任何东西。对啊，拍谁啊？不是我们出题啦，是我出题啦。我们对啊，这样子差有哪猜得到？我们出题，然后贝尔用 Apple Pencil 2。好，那这个先帮我放旁边。跟新版的 iPad Pro 来画画，让他我们猜。哎呦，是我喷口水在上面吗？小编赶快抹掉。没事，小编跟他我们不要理我。好，你给贝尔看，你就这样给我看，给贝尔看啊，贝尔要画啊。辣导可以用手画，辣导。哦。不是啊， 我也可以看吧，我要给他好猜啊。一样哦。对，好，我要开始画喽。来，这超难画的吧？大家现在贝尔要来画画，然后用就是 Apple Pencil 什么啦？橡皮擦。你要好好展现，就他的一些粗细。等一下，大家不要急。什么？大叔叫你不要喷口水在上面。大家不要急，等一下我要切换，是手吗？大家有看到粗细吗？它其实有粗细的感觉，有没有？我画重的时候，然后画轻的时候就只有这样一点点。等一下，这是什么 ？OK， 我为你感到担忧。你担忧什么劲、啊？小编说你用这么新的装备，应该灵力会比较充足一点吧？鸭掌、鸡罐头，不是？我来提示大家好不好？要提示了吗？不行不行，几个字也不能提示，三个字，看我们猜一下三个字的东西好不好？鸡爪，大叔洞，鸡脚洞，青蛙的脚，鸡爪，我觉得他应该长这样子，我没有看过，但我觉得他应该长这样。哎，等一下，好丑哦。辣导要心碎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什么？辣导要心碎了。国王、女王，小编猜出来了，永杰猜出来了，水行侠，半个擎剑，启阳也猜出来了，水行侠，
然后元夫也猜出来是水行侠，对不对？大家通灵没有在，就是不是在通假的呢？不是在通假的。答案。你看我，你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花这到底什么东西？因为只有我们懂。这就是它的那个三叉的那个棒子的，三叉剑，三叉剑。然后这是它的皇冠啊。然后我记得水行侠里面主角头发卷卷的。然后今天还有伊娃刷什么一个重点，就是他的身材。水行侠那个肌肉男身材非常好，就是什么大腹肌啊、六块肌啊，我应该没画错吧？大家都打点啦，你画什么鬼啦？然后有没有说 ？OK OK。水行侠觉得难过，所以你看细的，然后用力一点就可以粗，大家有看到吗？大家看到吗？水行侠用鸭掌。再次，你看细的，然后我用力一点就变粗了，看到吗？我觉得是不是要放在这边画，大家会比较有那个感觉。比如说，你看细的，要求我，怎么画不出来哦？换成按到了，换你按两下，好好，先换笔，好来细的粗的，我真的是很粗的，我真的是很害怕贝尔有一天会把这个平板给画断。觉得，因为你一想要用力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太用力，我很怕把它弄坏，你知道吗 ？OK， 我的水行侠完成的差不多了，就是这样。好，他还有一题吗？还有吗？还有我来画哦，然后我来使用它的粗细看看怎么样。那你在那个好，但我画其实画的很烂的，而且我画的很抽象，我画的比贝尔还要抽象。就是雨恩还敢笑我，你们等一下就知道雨恩画的怎么样了。你把它擦掉。等一下。OK，OK，Oh my god，Oh my god， 橡皮擦哪一个啦？橡皮擦这个，对，怎么那么小？好像有点太小，好像可以叫大一点。等一下哦，他们，我擦一下。对，有感压针刺。一用力就觉得平板在颤抖，没事啊，大叔不用紧张哦，还没坏。好来，好来哦，好哦，我好紧张哦。哎，你刚刚拿一个笔啊？用这个笔吗？这个，你用这个画？对，好，这个就看你们，因为你知道钢笔才有粗细啊。他也要猜是不是？快粗，好，来，这我没有要粗，你现在就快看，快看，我们画完这题要给大家看我们剪的片，好，来，一二三。等下，猜语言到底要画什么？这有什么好画的？重点画出来就好。你说重点哦，这样。什么东西？它的特质。大叔说 ，iPad Pro 比我以前用的那个Wacom 已好像不少吗？等下念不出来 ，Wacom。好，大家现在语文在认真的画图，入木三分的力量去画。入木三分，如果把这 iPad 画到 Pro 也是。什么鬼？你们告诉我，他在画什么？跳跳虎在看。画老虎。Hello， 跳跳虎。嗨，跳跳虎。感觉这还真的会玩，我觉得有机会哦。贝尔，元福猜到是贝尔了。哎，好花，贝尔熊派，没错。耶， yeah， 你们很会猜耶。他画的还好了，不要，大家有记得我上次画猪猪吗？小编说我画的好可爱哦。小编是不是在偏心啊？对，就是贝尔来签个名吧。你用这压力感来那个画，签个名。我要换个颜色，黄色好了，我喜欢黄色。好，主表示，主表示，没错，画的就是贝尔，他我们都猜出来了。啾啾，这什么？眼睛熊啊？我也是老鼠。你给我放尊重点，你给我放尊重点 ，OK。小编说他都 diss 没有偏心。好，那我们就是。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贝尔他，我们他下午就是花了稍微剪花了一点点时间剪的影片。那因为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很好奇，因为之前已经国外有人测试他直接用 iPad Pro 剪了一支 4K 的影片嘛。但是因为我们目前手上就是没有拍 4K 影片，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算是昨天下午才拿到，所以算跟他相处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么多。然后我们目前手上也没有比较专业的软体可以就是拿来做比较就是 Pro 级的剪辑，所以我们就是先单纯用，我们有用 iMovie， 然后也有就是额外下载小影来做剪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目前剪出来的效果。
真的要放吗？真的要放啊！那放前面那一段好，不然你现在先开，然后跟大家说你怎么剪的，其实也可以。哦，我现在开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哦，我看一下哦。北斗星说挖矿的压力越来越大。跳跳虎看到我的小米的手表，没错，米家石英表。我看一下，我其实就是你知道这些这种手机剪影片软件，我跟你讲。这个平板里面，它放的不是电脑的 Mac OS 系统，不是，它是放跟 iOS 系统一样、嗯，所以你其实不能期待，比如说你在电脑上用 iMovie， 然后在平板用的时候就是一样好用之类的，它其实会有一点点卡，因为它是等于是它还是用手机的模式，对，它是用手机的模式，它就有一点简化的概念，嗯、对。然后我刚刚剪一下，我就是把影片放进去啊，然后去剪。我觉得你们先看好了，就先看一下成果好了。我们就看到一半就好，看到你跌倒那边就好。从我跌倒那边好。看到就，因为我亮度调亮好。我今天就是去就是来跟大家再说明是，用一下就是右上往左下滑就可以叫出这个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对。容我差点把你删掉了。哇，删掉了我，你真是就把我两个。右上往左下滑就可以叫出控制中心，然后就调亮度，调亮一点。好，那我们现在就按播放了。我们今天把今天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的影片稍微修一下，但是声音有点小，因为我那个收音的我们没有额外收音，对对对，会不会很 boring？ 我这支影片我自己就是剪的有点烂，所以就是你知道，但是我手上的素材就这些，因为它不是用手机拍的，嗯，它其实是用运动型摄影机拍的。我跌倒了、哦，你还没，你还没。我现在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就我们今天中午，我们中午都会长什么样子？就是我们中午都会说，哎、欸，今天要吃什么？今天要吃什么？不小心跌倒，过了过了，我不小心跌倒了。对，你有看到不小心跌倒吗？我有特别把它放慢。就这样，就这样，差不多是这样。然后这支影片大概就其实也短短的，我在剪辑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不顺，但我觉得这也合理。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画质也是1080的，就是档案也比较小，没有到4K 那么大。因为对，我们也没有剪到五分钟，因为我们才两分钟多，五分钟我就已经有点快，两分钟已经有点快疯掉、嗯，你知道吗？但我们可能可以就绘出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可能跑好啊跑速度。那你绘出一下，好，那我按绘出，对，我按绘出，我们来，它应该不用网络连线吧？不用，好，不用不用，直接绘出，绘出，然后绘出到相簿吧。好，哎、啊，要解锁，要解锁，不行不行。不行，那就是720是不是 ？OK。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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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这是多少？两分多钟的影片，两分多钟而已。快三分钟。然后我有加一些字幕，但字幕加很少。对，因为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其实用Twitch那边好像断了，直播有断掉，是不是？没看到跌倒吗？去吃烧腊吗？对，对，我们去吃烧腊饭。你们竟然没看到跌倒！你们竟然没有？因为我没有很认真，我不是怕，我不是破街的那种跌倒，我只是单纯的 A 不小心这样 A 一下 ，A 一下，对，好，哎、欸，其实蛮快的，说完了，说完了，嗯，但老实说，我觉得要拿平板来剪影片，其实还是有点，我觉得有点，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有点吃力。其实我觉得不管对谁来讲，因为都有点吃力，因为它毕竟其实是。用手机的模式去运行、嗯，然后我们在剪影片的时候，我其实要一直用手去拨动它，嗯，然后其实一定没有像用滑鼠来的顺、嗯，然后再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软体没有，现在没有专业的软体，没有，就如果我可能有，比如说 Premiere 可以用，那我们可能可以，我可能会更熟悉一点，一些剪接上面，对，可以用的东西更多。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说，就虽然说这次 iPad Pro 它的效能很好，它是搭载就是 A12X 的晶片，就是跑分有55万这么多，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它虽然现在效能那么好，但是还没有一些相对应的应用程式可以拿来做使用，就是连就是 Photoshop 的专业版都要到明年才有办法把它就是载来用，所以目前的话以这个状态来说，光买就是花个快3万块买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可惜，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要拿它剪来剪影片，有点太为难，因为我刚才光是只剪两分钟，我就觉得我的头快断了。因为我跟你讲，一定要这样，你就是要这样，要不然你就是要这样，就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其实手很酸。对，其实就是包括用过去旧的上一代的 iPad Pro 接键盘，其实大叔有提到，他其实用起来都会觉得没有到那么的顺畅，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目前还没有办法外接滑鼠嘛，所以他不能取代笔电。它不能取代笔电，但是要说它是最强的平板，它应该是当之无愧。对，它可以当最强的平板，但它的便利性，没办法取代电脑。就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常外出，然后喜欢用手写笔，然后就是习惯用平板的人，当然就是目前在 iPad Pro 是你可以考虑的一个设备怎么样？啊，如果你要看影片的话，你要记得它没有 3.5 mm 的耳机孔哦。你要先去买一个就是 Type C 转 3.5 的转接头，还要原厂的哦。或是你就是买一副 AirPods， 没错，买一副无线耳机。嗯哼，对，蓝牙滑鼠也不能接吗？是没有办法。而且因为你要想蓝牙滑鼠哦，你要想它其实只有要配对看看。蓝牙滑鼠，因为你等于是你下面这个 Type C 孔，你还要再接一个 Hub， 而且应该是说因为它里面其实还是运行的是手机的 iOS 的系统，就不是电脑的系统，所以可能不支援吧。我目前是这样来看的话，而且我就其实，在用 iMovie 剪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界面其实跟电脑的不一样。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就是说它是运行手机，不是运行电脑。嗯，然后其实。剪起来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手机，就用大手机剪片上小边角。那这种时候我可能就只会把它放在说，比如说我真的出去玩，然后我剪很轻便的影片，我不会把它拿来剪。比如说我们出就是工作时需要出的那些一个轻量级的东西可以用它來剪，非常轻量，而且剪影片起来真的太痛苦了。不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剪两分钟之后，我就不想再加字幕，因为你知道加字幕的时候，你还要点进去，然后一个一个打。你知道我刚才对字幕对多久吗？就觉得很痛苦，辛苦辛苦，很痛苦，真的。所以我觉得国外那个测试啊，就拿来剪一部4K 的影片，那个真的是一个很伟大，他应该就是费神的一件事情。他的确是帮我们测了这一台的效能有这么好，但他的便利性。不能媲美电脑，对，就是正常来说，我们日常使用不会真的拿它来做这些事情，对，只是为了要证明它真的可以达到就是55万跑分这么高的一个效能，对，没错，其实大概就是这样。那不知道他我们目前对于 iPad Pro 跟 Apple Pencil 2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吗？有吗？有吗？有人说有人跟我一样接键盘的吗？但是就是大叔也有说，有他其实就算接键盘。也不一定有像电脑，这是上一代大叔的 iPad Pro 上一代的，然后它一样有外接键盘，对，它一样有外接键盘，只是现在被我们拆下来。对，那键盘的话，其实当然还是可以满足你一些基本的工作所需，但是它没有办法真的像你带着一台笔电那么的便利，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键盘啊，其实算是简易版的配置，没有到什么功能键啊、音量键那些都没有，所以变成说你如果想要调整一些。平板上面的东西，你还是要透过触控的方式去做，所以可能变成说你打字打一打，打一打然后摸一下，对对对，你打字打一打，最后就摸一下，对，所以其实还是没有到那么的方便。然后它可能就是也不像，可能我们把它这样架起来，我们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小的电脑，但你之后会发现你没有滑鼠，然后你所有的操作都没有办法像我们熟悉使用平板那个样子，就会变得有一点怪怪的，就是你。没办法把它当电脑来用，除非你的用处很轻量。嗯哼，对，就是比如说上网之类的。嗯哼，那如果你真的要平常要拿它来做很多事情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我身边还是用电脑，我还是坐在电脑前面好了。对，像我就笔电所以这台平板真的只是单纯是说，如果你比较常在外面跑。就是可能有一些业务上的需求要做展示啊，然后你又习惯用手写笔的话，其实当然它是可以拿来满足你那时候你那方面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嗯，对，大叔说主要是手要不断的抬起来，长久下来，对，就是你说比如说立在这边的时候，你就要这样子，手就要抬起来在那边晃，然后打一打，要抬起来打打，对啊，对，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刚刚有看到他有问说跟一比呢？你说 Apple Pencil 2跟第一代的 Apple Pencil 比吗？还是什么？是什么跟什么比？要讲。哎、欸，啊，第一代的比嘞？这啊。哦哦，那我。这。顶级娱乐机，对，如果你真的想要花就是一台笔电的价钱来买一个遥控器、冷气遥控器、冷气遥控器，没什么事。那个相机麻烦离我远一点，不好意思，那相机太危险了，它就放在桌脚边而已。
买一会不会比较好？一是说买上一代的 iPad Pro 吗？还是买上一代的 Apple Pencil？ 看一下平板，我看一下 Twitch 的，他有说平板还是适合追剧、寻找灵感的时候来使用。嗯嗯，哦，如果说做那些简报内容，我跟你讲，如果你要拿它来展示你的简报，绝对没问题。如果你要拿它来做简报，你绝对会疯掉。对，我看到他有问说，那会推荐买新的 iPad Pro 还是买上一代的 iPad？ 我觉得要看你的需求，就是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的效能，如果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些符合它的应用软体可以来做使用，所以我觉得目前这样的状况来说，我觉得这两台应该在处理的速度是差不多的，但价钱呢就差了七八千块吧。差非常多，差了七八千块、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预算没有那么高，那我其实觉得前一代就已经够用了。可是，就新一代它的就是针对 Apple Pencil， 我觉得它的一些包括像磁吸式的啊，然后一些无线充电的功能，我觉得是有比前一代好的。嗯、对，但如果以效能来说，你平常日常使用的话，我觉得其实前一代就已经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我刚才还想到一件事情。嗯，就是大家不是都说拿新的 iPad Pro 来剪影片吗？嗯，但你知道要把影片传进这台 iPad Pro 里面有多难吗？你可能要把，就是要接一个硬碟，或者传到云端，超爆难！不对，你可能要把东西传到云端。可你要用苹果的设备拍才可以傳。对啊，你要 AirDrop， 你如果放在电脑，用电脑 AirDrop。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那我不用电脑剪？对，你不对，你既然有电脑在身边，你干嘛不直接用电脑剪？对不对？如果用手机拍 AirDrop 过来。但我们今天不是用手机拍，我们今天是用别的，就是对，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可能就想说，哦，那我在上面剪一剪，就第一点，它的操作起来的界面一定不会像电脑这么好用，一定是手机版本，所以比较简化，所以会比较使用起来比较不直觉，嗯，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档案真的很难传，光是它 Type C 的接口，我今天想要传那个。不是，因为我不是用苹果手机拍的，我是用另外一台相机，运动型相机拍。拍完我等于是我传到电脑里面，再用电脑 AirDrop 过来。我就说，那我很复杂，不然你可能就要用电脑，不然就你可能要买一个随身硬碟，然后可能你的东西都已经存在那个硬碟上面，然后这硬碟又是跟这个平板有做配对，可能可以他们的云端可以共用之类的。要不然你们就是要传到云端，然后 iPad Pro 再从云端把它下来。我靠，超麻烦的。对，需要习惯、啊，没错，需要习惯。超麻烦的。嗯，好。那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差不多剩下三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啦。再给大家看一眼，就是新的 iPad Pro， 可以看到它是窄边框的设计，然后没有刘海，然后有支援 Face ID。你看我现在就是不管是直的还是横的都可以解锁，直的可以解，然后横的也可以解，对。然后 Apple Pencil 2的话呢，一样就是用磁吸的方式，它有一面是比较平滑的，你把这一面就接上去。吸住之后，它这边就会开始充电，会显示它的电量，目前还有98%，对，然后它怎么晃都不会掉，差点打到我了，谢谢袁。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主镜头是1200万画素，然后前镜头是700万画素，不然我们来实测一下它的相机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哦，不是有人会拿 iPhone 拍照吗？哦、我觉得感觉是、哦、就好大，辣导你要不要来看一下我们两个？而且它有一个人像模式，就是会有景深效果的。所以现在 iPad Pro 也有景深了，是不是？这边还可以打光。就有點我们最后来玩一下，我们最后来玩一下 iPad Pro 它的相机功能。哦，其实这样拿着蛮重的，虽然说刚刚两手拿会觉得手感还不错，但如果你单纯这样子用手单手拿手小妞妞这样顶着，还是会感觉到它的重量的。OK， 嗯，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拍照界面，就是它一样，这边是前镜头嘛，然后这边可以转成就是主镜头、前镜头，然后它的镜头在这里，这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人像模式，看得到吗？这边你可以切到人像模式，那它就可以进行背景虚化，不要这样弄，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是可以就是改就是不同的光。然后大家有发现就是我们的它可能目前演算还没有到那么好，所以我们的头发周遭还是有一些没有办法修饰的这么好，但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好，我要拍一张了，正常一点。哎呦，我手好的行吗？大概就是这样。对，哎、欸，你被糊掉了，香，大概就是这样。OK， 对，就是它前镜头的部分。哦，有人问说键盘跟上代有差吗？有差。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新的 iPad Pro 的键盘，我们没有买。然后台湾还没上市，再跟泰文说明是台湾还没上市。我们这个是 Emma 上礼拜从美国带回来的，她带了 iPad Pro 还有 Apple Pencil 2回来，但是没有买键盘。但是大叔有在考虑的，台湾正式发售之后要不要买键盘？但是上一代的键盘，上一代的，嗯，我看，好的，好的，好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家有被灭火是不是？有吗？大家有被灭火吗？贝尔今天自己使用完是有被灭火。对，因为我以为他会很好，很好，很好用。我可能我的想象中，他可能会跟我剪电脑，就是用电脑剪影片的时候一样，就是快速方便。但我还是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因为毕竟两个的系统是不同的。对，我觉得系统不同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嗯，你等于只是拿一个大一点的手机在剪影片，但你也知道拿手机在剪影片就是不方便的，就是画面，而且画面比较小。对，嗯，对，好，大概就是这样啦。那之后呢，我们应该也会有针对就 iPad Pro 再进行一些比较详细的开箱评测，所以那我们可以再期待一下啦。那如果就是对它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就私讯留言告诉我们。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边结束啦。耶、yeah! ！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看任何的内容都可以，就再跟我们说。嗯，好，下礼拜再见，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好忽然，大家拜拜，很忽然吗？没有，我就忽然就一瞬间，我就跟大家说拜拜，还好。